在都在在为哩在做嘛啦，罗马大 boxing， 伊嘛在台湾都做多，来做是南金牌，对做五比，都做金腰带，哎呀，金对做，伊拉罗马点嘛就，啥比嘛在都做伊拉38号都做嘛，苏鲁苏伦，伊嘛在一代虎骨，都做对做温度酒，把大吉勒点嘛就，都做在伊那勒拉万内，只嘛嘛来做师傅做了加新修，第啥所有都做啥，那伊只职务员对做是啊。啊，就是泰林啊，新修的马杜亚多抓，啥交不得的多抓，啥啥呢？嘛嘛个个里真多，伊尼只那阿拉不了哇，啥讲不呢？马扎尼啥所有多抓，伊尼阿个是真的尼马就爱多努，伊尼啊啊努只是真啥阿拉比巴尔麦样阿玛呀，第啥所有比较比例来阿曼努，啥伊萨穆朗阿第啥所有是把啊第二回合多抓，伊不可能把泰林尼马就啥，尼马就阿拉对抓无比。最近在对家国际级的慢慢的在新修的啥书哟？一直往对做个两个两个的来做是泰林的马杜亚，比马在对做伊拉罗马的多布星诺亚，一做马鲁沙屋里伊拉罗马的对做啊金白亚乌比多做。三三三三，一做的马杜亚努巴尊尼金诺亚，马亚马维拉的对做起啥书哟？我是巴山穆萨朗啊，伊样啊是真的呢啊，啥所有啥不了了味的嘛就，啥伊样啊巴山登正的嘛都要多做，啥啥呢嘛啥一做白纸的嘛都要了哇，伊样啊是真的呢啥所有，麻烦是啊讲跟的嘛就啥一不给啊不带烂。今天能够在台湾打这场这么大的比赛，然后也是我生涯重要的比赛，然后拿到了这个头衔，我相信以后未来的目标会非常明确，然后非常好走。第一回合下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眼角已经裂了，所以如果这样下去，他没办法打完，因为会被终止比赛。所以我第一回合下来的时候，我跟他讲，我们要改变战术，第二回合我们要开始抢攻，你不能让他撑过第三回合。那个问题是需要爱多一种爱做，那么给拉萨一年嘛，哎呀，他们就一路慢，那是就拢是一只比例多做。那我们话啥嘛，就嘛啊，比出来你们就一里木，麻烦些啊，嘛哎呀，把阿拉本的你们就嘛在台湾多做，爸爸准多做，你什么啦？第就不能把这结论。